来啊，我们这边测一下重心啊。重心很稳啊！稳，超级稳，稳到直接撞到。阿贤，你玩炮不是很久，感觉刚回国都比你猛，关我屁事啊！那你不会去开台玩啦、啊？又一个玩炮炮玩出优越感的人哦，笑死了，超可怜。你爱玩炮玩那是你家的事啊，爱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关你屁事啊！他一看就，我哪有很常玩啊，我一天也没有玩到几把，啊你很会跑，你怎么样？打职业了吗啦？韩国职业有没有找你？七七八八什么？很常玩跟有没有认真练习是两码子事 ，OK？ 很常玩不一定要代表我很强吧？咖喱娘嘞，妈的，每个人都很常玩，操鸡巴那些海鲜他妈整天打 low 玩辅助又比较强吗？世界赛有他的名字吗？咖喱娘妈讲的什么屁话、啊？操！讲那个话，你都不会丢脸啊！很常玩就要很强哦，你每个人都职业选手啦，干每个宅男都职业选手啦，干每个人很常玩就很强，笑死人哦！操你妈的，你七七八八什么啊？你以为每个人都跟豹哥一样猛啊？很常玩就要很强，跟你鸡掰的，妈也生气，干你娘的，陪你玩就不错了，靠呗。爱生气干你屁事啊！干你娘！你王八哦！鸡巴！干你娘！你没看大社会哦！干你娘嘞！傻小！豹哥来偷学，也不用这样偷学吧，豹哥，一堆招式都被你学走了，还要学哦？没招可以教你啦。